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今天夜间非常的闷热，来到稻田边户外打野。现在我们开始吧。前面就是稻田了，我们到这个小水沟里面看一看啊。哎，这里有只小龙虾，看见没？躲在这个草里面的。进去，这个上面之前别人是养过龙虾、黄鳝、泥鳅的，这样上去，上面全部是稻田，看见了吗？哎，这里有一只小龙虾，中！这个小龙虾不能夹得太猛，不然的话会碎掉的。咱慢慢往这沟里面找下，田螺，收了。哇，哎，黄鳝，黄鳝，黄鳝，看见了吗？哎，跑了，差点跑了，进去吧。第一根黄鳝。相当的 nice， 哦，两只小龙虾，两只小龙虾，哇，还有条黄鳝，黄鳝，这里啊，先吃黄鳝，中小龙虾，哇，不对的，哇，好猛，好猛，好猛，收了，田螺，收，这个不是腐树螺，田螺啊，这有个洞，看没？咱扣一下，没货啊，可能是龙虾的洞。我们继续，哎，这里看到一根黄鳝，黄鳝，黄鳝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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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吧，给我。上货上货，咱走岸边，好吧，顺便到那个田里面再看一下，还可以啊，今天的资源虽然说不是特别多，对吧？看见没，这里面估计货更多。泥鳅，泥鳅，拿下夹子，朋友们，能看见不？上货，就这么简单。放着。哇，这里有一根大火。哎哎哎，不要跑不要跑，站住。给我站住。这里。没跑没跑，应该是可以吃得到。他打了一点点浑水，但是应该是不影响的。咱慢慢找一下。应该是这里啊，哇塞，不见了。哇，这里又看到一根大泥鳅，哇，这块田的泥鳅好多啊。上货上货上货，这条瘦了，进去吧。泥鳅比较多，哎，又是泥鳅。像这种泥鳅的话，它智商就高一点哦，我们就抓那种智商比较低的那种，好吧。嗯，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有脚印呢？这块田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里在冒浑水啊。哎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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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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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闻了闻了闻了闻。哎哎，站住站住站住，上货，哪里逃。哇，这里有一根，这里这条黄鳝很正经啊，收，很正经，麻麻的。这里又看到一根，这里，这根黄鳝更正经，中，上货上货上，哎哎哎，收了收了，抓到了抓到了，有点打滑，这个夹子好像有点夹不住啊，搞了好多泥巴。哎，这里发现一根，上货。搞了好多泥巴，然后就没抓住它。我们找一下这个中间，看，朋友们，中间这里发现一根啊，上货。这里看到一根，喂，哎，
上货，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？这条黄鳝也是挺正经的，泥鳅，泥鳅。哎，算了，不要了啊，太小了，对吧？这个夹着就是浪费。小龙虾，发现了只小龙虾，再跑，慢一点，这么收的。哇，两只小龙虾，两只。哎，旁边还有条黄鳝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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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货，小龙虾，慢一点，跑得很快的，上货，进去吧，中，进去吧，哎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在慢悠悠的散步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上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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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吧，这个青苔里面，哎，我去。好了，这里有一条，能看见吗？各位朋友们，看这条黄鳝正不正经，脑袋收在里面的，上货收了。这里冒了很大的浑水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可能是鲶鱼还是什么东西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水草都是从后面鱼塘跑下来的？我现在是在这个后边，能看清啊，但是这后面不好看，青苔非常的多，把这个边角料找完，反正收获也是相当的 nice， 两斤左右吧，往上瞄。看见了吗？收了，拿回家养起来，放在田里面不安全，因为到时候他们插秧的时候会撒很多浓重的肥料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带回家养起来比较安全。找完了哦，出来两三个小时了，够吃一顿就可以了。看我收不收拾它，这一条泥鳅你哪里跑啊？收了，进去吧。那么本期视频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现在就回去了。